客户知道，但是要调啊，你还有膜吗？本来就寄了一个。是，这是客户寄的是吗？没有，自己买的。求爷爷，求奶奶，求回来的。那这说说也给他看了。好，给他喊过来。对了。待会他要调啊，跟那个小文喊过来，你跟老外看。小魔。对。小魔。不，你先别弄。Michael。 Michael, come here for check.
去喊小文过来，让那个老外看蔬菜效果。行。小文，小文。快点过来！没事没事，他就给你来看一下去了。嗯，我看一下。开始。